OK， 那这个带有蓝调风格的乐句呢，一开始第一句是这样弹的哦。那这个怎么做呢？一开始的话我们是这样子哦，就是我们先用食指压住一二弦的第三格，然后呢中指先准备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等一下做滑音。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压好以后，我们是用食指先拨一二弦往上勾，然后拇指拨第三弦。好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用中指准备好在第三弦的第三格滑到第四格，然后滑的时候我们是用食指拨，然后再拇指在第四弦勾好，就变这样。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是又回到一开始这样子，两弦，然后这时候拨第四弦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来用无名指在第二弦的第五格，然后压下去，然后一样。OK， 都是一个交替哦，所以第一句就变这样。OK， 然后接下来的话，第二句是这样弹的哦。那第二个乐句呢，这边的话它的做法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用食指在弹，我们压住第一弦第三格，然后无名指压住第二弦的第五格，然后呢这边一样是交替的，所以一开始也是用食指拨第一跟第二弦，然后拇指在第三弦拨一个交替的音，然后再来滑音，一样也是用食指，然后拇指都一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一二弦一起拨拇指，然后这边再接下来的音，我们要把无名指，我是用无名指这样子凹下去。好，如果你不习惯这样弹法的话，你可以用像这样子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都可以。好，所以这整句乐句变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又回到第一句哦。然后第三句的部分呢、啊，我们是把第二句这样子再多移两个过来，所以变成第五个跟第七格。然后它的弹法也是大同小异的，只是这时候拇指补的是第四弦哦，所以它变这样：一二弦勾，第四弦，然后滑音，第四弦，然后一二弦，第四弦，然后凹下去，第四弦，就是这样。OK， 这句这样哦，然后再退回来，退来的时候根音要变回来哦，低音要变回来哦。OK， 好，所以这边两句是这样。好，然后最后一句的话，乐句我们做了一个 ending 的乐句，然后我们这边是先移到这边，这样滑上来，移到的第八格。然后我会用中指，然后这边的话只是单纯的这样 picking 哦，然后第一弦第七格、第八格、第九格、第十格，然后第六格滑到第七格，然后中指不在第二弦第八格，表示，然后完以后补一个C7的和弦。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压在第六格，第二弦第六格地方，然后这边拇指只弹三弦了，然后可以做一点颤音，所以这就是这样。